他高唱天生完美，鼓励全球自卑女孩。他以光头警告父母亲不要来管我们的头发。他在英国女王面前吊钢丝演唱，其实少了奇装异服，他的音乐还蛮好听的。他是 Lady Gaga， 他是 Michael Jackson 之后全球最重要的巨星。 Lady Gaga 即将在台湾掀起风暴。台湾唯一新闻台中天文讯世界周报主持人陈文茜卡卡面对面。